了，我差一点走丢了，走着走着什么娘你三你的，娘你三你的，还是没来了，以前这地方真的是太偏僻了，我差一点走丢了，什么娘你三你问我，我啥也不知道。扫过去了呀，扫过去了，看一下到了没？麻烦你师傅了啊！下来喝杯茶，进来喝杯茶不？啊来喝杯水再走、啊、喝杯茶回去到街上去、哦、到街上去、哦、在这下次我一坐车就叫你啊啊！我带着宝宝去看一下爸爸为我们宝宝打下的江山茶园砍好了没有你看走你看全部砍了、哦、这家漂亮多了吧可以明年是大丰收啊那果子红彤彤的果子啊嗯小兔兔高兴不高兴不终于砍完了吧、啊、现在放心了吧、啊、放心了放心了、啊、哎再亲一下我的小兔兔哎呀好心啊好心啊现在不用每天惦记你的茶园没砍嗯现在不惦记来了来了宝宝来了奶奶看见你来就高兴好久宝宝满脸通好宝宝哎好在睡觉吗哎在睡觉他下午都要睡呀他现在就是要人陪他睡、嗯、没有人陪他睡他就阿姨抱啊放在沙发上睡一下哦我宝宝妈妈抱着我宝宝满脸通红我们睡觉啦上次还是上次办酒席的鱼还没吃完今天当不满就吃一个菜啊、嗯、还这大妈那个、嗯、老妈跟大哥两个人在家去吃一个菜、嗯、你不是回家做饭吗等一下你来露一手我哪里时间做饭我一回来赶紧脱衣服上山去砍等一下、嗯、我手都砍痛了你没休息一下、嗯、我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了醒了上午没怎么睡挺可爱哟、嗯、家里抓了那么多鸡、嗯、里边本来是抓了给我做月子吃的、嗯、月子也做完了家里还剩下好多鸡、嗯、刚才我回家带着宝宝回家我看到老妈跟大哥他们在客厅吃饭桌下只有一个菜家里养的这鸡呀鸭鹅都舍不得吃里边啊今天我们就抓只鸡杀来给大哥老妈他们改善一下伙食吧老人家特别的节省家里养的是小动物啊什么都舍不得吃我听媳妇的我去抓鸡、嗯、抓只最大的最肥的嗯好啊我也进去了、嗯、哇这么多鸡啊来让我进来吧啊、抓只回的吧、啊、大只回的抓烟子、哦、媳妇你看抓哪只抓哪只抓只母的是抓烟抓那个公的抓只公的吧、啊、喂我来抓媳妇抓抓只要泡的抓不到啊我们只跑了怎么办呢我们一起去追不想去抓不到得飞出去了嘞对你走一边我走一边啊看一下谁能行你走这边你靠这边走我靠这边走你靠这边走我靠那里走吧顶住他到这里会回来好嘞抓公的啊过来了来这里面还有哦最小的里边、嗯、大哥的喂的鸡你抓不到吧嗯是啊难抓大哥喂的鸡跑得快抓也抓不到啊头脑聪明大哥头脑聪明你养的鸡好难抓我抓不到你来抓来呀来准备来对哎呦快他还跑不掉的我给你没弄好了你这样抓的抓着他屁股尾巴哇这一只大公鸡又大又肥好肥呀好肥哎呀就是你了就是你了哥哥我感觉我没你们见过这么大的鸡耶、嗯、啊大哥、啊、
好棒啊你哦，你养的鸡好肥哦。今天啊，啊，好嘞，就是他。哎，是啊啊，公鸡抓到了，大哥。嗯，太好。这个鸡腿就奖给你了啊。喂，强。啊，是腿跑得快，喂鸡跑得快。哎呀，大哥吃。喂，你吃了喂鸡跑得快。嗯，好，好，我们杀鸡去。爹，狮子鸡一般给老妈炖汤，一般给你红烧，你喜欢吃红烧？啊，嘿，啊，谢谢媳妇的。鸡饭你好温柔哦，好体贴哦，你知道我喜欢吃红烧啊，等一下我就把脚桂皮搞上啊。哎呦我的妈！哎，这么大，十几斤哎？哪里，七八斤吧？不止哦，拿把秤来称一下哦。别称了吧，我也估得到。七八斤，我感觉好大，大吧？那抱起来，大哥。不要杀他，去街上买只刺算了。杀杀。不要哎。要哎。我突然一下子心里又难过了。来来，给我抓住。我不放你抓。抓住嘛。哎呦，突然一下子感觉好不忍心杀。鸡是吃的呀，快点快点，抓抓住脚。放掉它吧，不放嘞，吃的。我刚好，你答应我放八角桂皮了，我看得住你的口子了，快点。哎呦我妈呀！这鸡是我的最爱，鸭是你的最爱。哎呦我的妈！带过去。桶要不要？桶不要。来，这个头盔我洗，你洗屁股。好的，等一下我把这个屁股割下来，给你边炒辣椒，爆炒辣椒。大哥，嗯，你给弟弟炒屁，讲炒这个鸡美丽啊。嗯，这个鸡美丽弟弟的。啊，你把膏药锅洗干净。这个，好好。牵鸡还是快吧，牵鸭子你现在还没。媳妇，我挖一头脚板鱼，我们去炖鸡汤。啊，你吃过没有？小个的，这么小。像一个葫芦。李斌，我教训你敢答应吗？我教训你敢答应不？李斌。到我的坟墓里来，你那葫芦是公的，我这次才有用。嗯，我教训你敢答应我？哎，你别这么吹牛，他天天在我面前吹牛，说我家里加班月这么大耶，长这么大耶。我生了这么大吗？这个也不小吧？这个像个啥耶？什么？